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国际足协官方宣布，2022年世界杯的初选名单由35人扩充至到55人，而每队最终的大名单将会由23人扩充至26人。国际足协理事会的主席团开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。第一点，2022年世界杯初选名单由35人扩充至55人。第二点，2022年世界杯最终大名单由23人扩充至26人。第三点，入选最终大名单的球员需要在11月13日前完成他最后一场的球会比赛。第四点，后备席不得超过26人，包括15名的后备球员和11名的球队工作人员，其中必须有一名工作人员是队医来的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